历了施小佑突然流鼻血之后呢，我现在来到了六楼，来到这个是 Kinta Buffet 的日式烧肉跟火锅吃到饱。那烧肉跟火锅是分开来的，不过呢，它有上品的和牛可以吃，我们特别点来吃吃看。那在里面啊，除了点肉之外啊，还有这些蔬菜啊的东西都是自己取用的哦。然后呢，现在也都很方便了，就是他们的点餐呢，各式各样的点餐都是透过手机的网页，然后他们给指定的桌号吧，对，就直接在上面点就可以了，它非常方便，老规矩哦，到一个地方就是要先喝可乐，这边是百事的。好，准备来开始吃肉喽。因为我们点的是特上级，就是加和牛的部分，所以它每一趴都有送一个这样的海鲜串。对，所以我们总共两个。那它的话呢，是一个人是一个小锅，它锅特别是长这样子。我在这里，爸爸看我。这边有个臭小子，现在说一定要看他。我们来开吃吧，来试试看这个和牛。好吃，对，它用这个海鲜的部分要把它先煮。哎，小佑，坐好，坐好，跟妈妈说就好了，不要这样子。不要赶快吃哦，我们等一下吃完就要，你要是没吃完，我就不带去玩了。我用这个点两份，我最后只点两份一次，然后加入购物车，然后到购物车这边确认点餐，完成了。因为它的加价也可以加，比如说想要再加一个海鲜拼盘，或者是另外加颗蛋。然后饮料的部分的话呢，因为它虽然饮料是无限畅饮的，那它这个部分有没有？咖啡欧台，啤酒无限畅饮，但是今天不能喝，你要开车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我刚突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他们送那个肉来送的超快的，你把码表准备好。好，确认点餐。谢谢，他只花了20秒。我只花了20秒就把肉送到桌上来。哇，太酷了，姐姐。啊，我终于吃饱了。然后这家店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吃的是火锅的部分，我觉得火锅的部分非常非常好吃。旁边哪里家具啊？然后我找不到什么太大的缺点的，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的辛辣鸡汤，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像韩式辣泡面的那种汤味的感觉，但其他都非常棒，肉也很新鲜，海鲜也很新鲜。肉质的感觉吃起来都很不错，这很棒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在 ADD for Recharge 这边还能够要逛些什么吧。走、哦。
我真的从楼上这样逛下来啊，这地方真的超好逛的，好多东西哦，有吃有喝有玩。怎么每次都是有吃有喝有玩的地方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好逛哎，真的是可以在这边。如果假设外面是大热天或大冷天的话，你会想找个地方走一走、逛一逛、玩一玩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那你会也许会觉得说，它是不是蛮像百货公司的？它就是百货公司啊。辛苦辛苦。哈哈，不用回来了。然后去散步散了一下 ，OK 了，有点想睡觉。下午突然人超级多的，外面鞋柜都快放满了，哇，好多人，到处都是人，还好早上就先来玩过一轮。还是跑拉克里面还有那种，就是运动教室，有老师带的那种，还不错。啊！看到他妈妈找不到他，然后我看到他在哪里，我就冲进来了。哇，热到我！真的是一个超级大迷宫啊，虽然其实没有很大、啊、但是这个迷宫啊，我连路都不通的哦，真的是在这边上班的人都要把这边背下来，可能要先花个两三天的时间员工训练，就是把它丢在这里面，然后让它自生自灭这样。嗯，見覚えがあるようなないような。好累啊，不过这也证明了这个地方真的很安全。它每一个位置的上面、下面、左边、右边，全部都是用那种很坚固的这种塑胶绳封死，然后像这种强化玻璃，或是像这种司令带，全部都是封死，所以你不照那个他们安排好路线走就走不了，算是安全了，但是真的。啊，找小孩真的很累啊！完了，又不见了，又要去找了，走吧。啊，这哪是小朋友玩的地方？这不就是爸妈减肥场所，好不好？减肥健身场所。我已经找了他两趟了，我刚才把他丢在里面，不要把他算了。臭小子，终于玩够了，玩爽了。大家有觉得可以还来 APD for recharge 哦，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开放空间的，然后有弹跳床的，也不错，然后有一些 popcorn 的简单的饮食，就是带小朋友来这里，基本上稍微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小朋友就丢进去就不用管他了，真很不错的地方哦。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有吃有喝有玩。然后居然还有个这样休息区的地方，超棒的。最后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点喜欢、分享。想要更多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订阅小铃铛哦。All the vlog， 我们今天又吃又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